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64集的节目。希望你在看这一集的时候呢，你跟我一样是处于闲暇闲置状态，连续上了很多天班啊。今天终于有一个放假的夜晚啊，才刚回到家，那就把这个玩具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闲聊吧啊。这是 UT 的第四号的真人电影系列的玩具，它是致敬了真人电影第四集里头金破天那个角色的一款。重新命名叫做尼禄啊，尼禄啊，就是古罗马的那个帝的某一个皇帝尼禄啊，不是 FGO 那个尼禄啊。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拿到没几天，经过了几次的把玩之后啊，我想可以说是目前 UT 真人系电影的玩具应该是集大成之所作了啊，给它的评价呢，我还是会比较高的。那其实呢，2014年的时候呢，拥有变形金刚版权的这个 Hasbro 的话呢。他们呢是有推出，也是有推出金破天的，最高等级要做到这个是 Voyage Class。Voyage Class 的身高大概是可能是16、17公分吧啊。那么这一款当时主要是以车型作为卖点，它把所有的这个车子的外壳全部背在后面。那很显然的啊，这个 UT 呢在这一次的话呢做了相当程度的一个颠覆。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简单的其他配件啊，首先它有一个手炮，这个手炮的细节做得很好啊，中间这个涂装我觉得还不赖。那装置也很简单，在人物的手背上有一个卡槽，卡上去就行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卡上去之后呢，远远没有两手都是拳头来的好看。另外呢，它还有附带了一个，就是 bumper，这是卡车形态下去安置的，我忘了把它装上去了，应该是先装上去，应该也是可以一体变形的。再来就是，完全是金属部件的这个导弹，这个在车子的油箱两侧可以安装上去的啊。这一次的玩具非常的沉重啊，身上的金属部件的话呢，绝对不只有这两个。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是应该是那个 KSI 的老板吧？可能从后面看还可以啊，但正面来看，因为戴了墨镜的关系，五官也做得没有那么像啊。那 anyway，这是一个，你姑且当它是一个人形的比例尺，也是很不赖啊。那也有一些基本的可动，手臂360度的转动，脚前后踢啊，各位都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原则上的话呢，我认为的它的一个卖点呢，再怎么样还是在它的玩具的一个细节上。那我要给它最高分数的呢，可能是它的一个整体的银漆的表现啊，涂装来讲非常的成功，还有这个一个古铜色啊、水蓝色啊，还有一些小细节的点缀啊。那涂装之外，再来就是它的一个美背了。修饰了，非常的漂亮。这两个地方啊，还有一点弧度，有点波浪形，像是人的这个肌肉的感觉，做得真的很好。然后这里的话呢，有个管子啊，这个管子是真的是特别做出来，增加细节用的。变成车子的时候要收进去。然后每一次呢，我觉得 UT 的玩具屁股呢都有特别做出来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很重视屁股，几乎都是一块零件特别翻出来啊。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恶趣味呢？啊，特别喜欢装它的臀部。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真正要挑，如果要在做工上挑它的毛病，可能是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脚啊，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脚掌啊，跟这个小腿是靠着这个地方做连接的。它的这个地方很明显，这是力度不太够，这边上半身真的是太重了。这个玩具呢，站立的时候呢，在某些特定角度的话呢，可能它会容易往前倒。但是呢，索性它的脚底板非常的大，不是说它会趴下去，而是它的你要维持某个固定角度的话是有一点困难的。这个呢，可能是它在做工上我唯一会比较挑剔的，就这个地方稍微偏松一点点。但是你只要呢去脚尖啊、脚掌啊做个调整，也就没有问题。所以呢，它几乎在做工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好挑剔的毛病啊。如果真的还要再挑的话呢，可能还有一处，就是它的一个倒角的部分处理到并没有很好，特别是这个肩胛这一带。因为我们实际上在拿玩具的时候呢，你可能手会去摸到这些地方，它的这个边边角角的话呢，玩久的话呢，其实手还是会有一点痛。那变形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地方的话呢，是稍微的去手会有点割手了啊，难免。那这个头上啊，这个地方因为感觉塑胶，虽然不至于非常薄，但是相较于这么长的一块腾空的部件，把玩还是要留意一下啊。然后呢，它身上的一个大量的金属部件啊，也是很迷人的啊，很多了啊，我也就不细数了，反正就是非常的多啊，像这个地方。对不对？还有这个倒钩这个地方很多。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首先啊，这脸，其实我觉得这个脸做的并不是很像哎，我觉得是不是故意做的不像嘛，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嘴巴的地方呢，好像由于分色或者是细节的关系，我觉得不是那么样的
跟我想象中的 Gava 总是有一点点差入啊，不，是出入，不是差入。OK，那么呢，它有一个这里很多的一个弹簧的部件，包括这一带，都是为了造型的好看。那这一块也是神来一笔了啊，就是你这样手臂啊平举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好像会自动移动的感觉，非常好。还有这个齿轮的关节的声音，各位听到了啊？那我一直在讲啊，手臂这一带，因为是我们把玩机器人的时候呢，最常去碰到的，前后动。举起来都是齿轮关节，那整个玩具又回馈一个力量给我们，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很爽。腰身也可以转动，那脚的话呢，前后动也是有齿轮关节的。那这一带你可以看到，这一带啊，它是有一个空间，在这一带有个空间可以往前后动啊，这个是变形的时候有需要的。那也总而言之也成为它加分的一个可动的一个点。膝盖啊，这声音的话是真的是没有话可以说了，里头。也有细节，弹簧啊什么的，脚的话呢也有一个接地啊，轮胎的话呢收在里头，而且有3层的轮胎，看上去呢脚底板呢非常的厚实，非常有力量感啊，很有战士的感觉的一个家伙。虽然在电影第四集里头，好像他的打斗戏份实在是少得可怜啊，而且有人说怎么一下子就被 OP 压在地上打，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啊，应该也是有战斗了一阵子的。后面的手刀啊，在人形状态下好像。我是找不到，应该是没法收纳吧。那这个地方我以为有个凸是要扣这里，其实并不是啊，它是变成车型的时候要来做一个其他固定来做一个使用的。背后这个洞啊，并不是真的打穿一个洞啊，哈哈，就比较可惜一点。当然这些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了啊。这个人形的话呢，即使你不变形呢，它的一个战士的话呢，也几乎已经是近乎，就是我不得不说，至少应该给个90分的一个高分了。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尼洛的变形过程，主要因为它的体型比较大，加上我现在这一个 S 神送 21U 啊，我这个录影呢，一旦超过10分钟呢，它就会强迫休息啊。所以的话呢，我呢会用一个稍微分段剪接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首先，我们先解决它的一个脚部啊，从这个地方把它搬开啊。再来，说明书写的呢，真的是让人看不清楚。其实它是要你从这个地方往后施力啊，把这个地方给解开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变法。但说明书好像可能比较难去做一个这样的说明吧。解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弹簧部件。再来，我们就让它的话呢，暂时的呢，先给躺下来。那我们也就顺便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它身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弹簧的部件啊，都是为了要让造型呢更加好看而存在啊。那反正我已经决定要分段来录啊，所以我可以把 tempo 给放慢一点点啊，可以让各位呢多看到它一些细节。这个地方给解开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顺势的把它给往下转下来，转下来之后的话呢。就看到这里是有一排的轮子，以及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凸在这里啊，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这个地方转过来，这里有个凸啊，然后内侧这里是有个洞的，我们呢把那个做个简单的结合，把它给扣上去，然后这块部件先往外翻啊，这一侧脚的话呢到这里，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一侧都先变完好了啊，这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分给打开啊，这一块给打开，从这看到吧，要不要把它给打开？翻开之后的话呢，连同里头呢这个烟囱管一起翻出来，然后呢先推到一旁去就可以了。接下来顺势把它往后面推，推过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推过去之后啊，在这个地方，这里是有一个凸，这里又有个凸，这有两个凸，它要对应这里一个洞。还有这里一个洞，就这样折过来扣上去。那如果你发现扣不好扣的话呢，一定是这个地方的这个角度啊，你没有转好而已。反正的话呢，你就是把它调整到能够刚好扣进去为止啊。这个调整来讲的话呢，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啊，并不是非常困难。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这里扣上去。那通常了啊，外侧如果扣上啊，前面也会自动扣上的。最后的话，这里有一块部件啊。这里有一块部件，这一块啊，这一块，把它给往外推出去，弹簧嘛，它弹簧部件推出去之后，才能够协助我们把这个部件给往上面转上来。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到这里这些地方差不多啊，你稍微去碰一下，大概后面的一个角这个地方，烟囱转出来到这里，那后面这个部分呢，都先不要管它，到这就行了。
那么另外一侧的话我就可以变稍微快一点了，这个地方给打开，这个地方翻出去，翻出去之后呢把它顺势的往下折下来，折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翻出去转过来，这里的话呢会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我们把它给扣上去，这块部件先往外翻，这个部件呢往外翻出去，里头有个烟囱，记得一块翻出来，然后呢这个部件整个往后面推，推过去之后这个地方先整理一下，做个简单的小整理也可以。好，推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在这个地方这里扣上去，两侧扣上，这里是一样的，这个地方 OK 都扣上了啊。然后的话呢这里前方记得了啊，这里有一个弹簧部件，这个地方把它往外推，这个时候才能顺势把它给推上来，这里有块部件啊稍微拼凑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顺便做这个动作好了啊，把这个脚的话呢稍微往前抬一点点之后，然后可以往前面推过来，然后推成这个形状，这个动作的话就是要让两腿呢朝中间的部分呢做更加的一个靠近，推上来一点点，然后往前面挨过来，这样一来的话呢两侧的距离呢就接近到两腿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了啊。那给各位看一下，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呢两腿这个时候你要合并也是可以的，但是目前我们还不需要做这个动作，两腿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就是到这边。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的变形过程啊，那它的话呢我这里的话呢多做了一个，这里先把它给扣起来啊，这样子一体性比较好，可能比较方便做个展示。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要做的变形呢是把这个地方这一块啊，这里的这个凸啊要把它呢给扣到这里来，你看到没有，从上方这里要把它移到这里，看起来是个乾坤大挪移的过程啊，非常有趣的一段变形过程了啊，那也是整个变形里头我觉得最有趣的。那这个地方把它挑松之后，挑松这地方是比较紧一点啊，比较紧一点，我是弄个道具好了把它给挑开来，挑开来。那这个卡扣我已经先把它给松开，因为它扣得非常的紧了、啊、那其实你这个卡扣你看像我这一侧我也是完全不扣，不扣的话呢靠上面这个卡钩也是完全能够把它勾住的。总而言之呢把这个两手臂呢做一个解开，再来的话呢把上面这个部分给翻开，里头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翻转的一个过程了，从这个地方给翻开来，接下来的话呢你如果放手的话呢原则上有时候自己松脱放下去，里头非常多的金属部件，非常的沉重啊。翻下来之后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头部这个地方的一个变形，首先把头给转正好了啊，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扣的这个地方把轮胎的话呢给往外转出来，转到这推出来，大概只能转个大概45度还是90度吧就会转不动了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出来，这个地方好，到这里推到不能推为止，它就是到了一个该有的定位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里头这一块部件往外，先把两侧部件往外翻，顺提一下，这两侧这里是球形关节，有可能在转动的过程中呢它会去有一个喷溅的状况啊，这个就不要特别在意啊，看到这个地方，这里两个球形关节，以及呢这个地方的一个漆面啊很容易去变形的时候会去刮花到啊，刮到这个灰色的灰色的漆或是说银色的漆面，请各位特别去留意一下。再来的话呢车头已经差不多出来了，我们把这个车头的话呢继续的往下面翻下去，往下翻的时候呢有一点你要注意到啊，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到吗，这里有一块部件，这个带尖刺的这个部件，这里也是带尖刺的部件，它的这个头啊这个尖角进去的时候啊，这个头的尖角要先进去，要在里面啊，头的尖角不可以卡在它的外面，要进到里头去，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个车头呢才能够顺利的去移动到最下面来啊。那这个部分啊这个有时候会掉啊，这个应该啊这里没有上这个胶水的感觉，碰掉了是吧，没关系啊，这个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上个胶水就好了。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已经移动到很下面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强行的去把它给进行一个锁扣，当然内部的话原则上就是我说的啊，这个头上这个角你看我把它放进去之后，它的这一个部件的话呢就可以很轻松的往更下方的地方来做一个移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这个锁扣了啊，在这边把它给 A 咬合进去，这一侧就 OK 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就不会相差太多了啊。
刚把它推得太进去了，到这边，到这里来。好，这个呢也是它整个变形过程当中呢最爽快的一段呢，就是把这个部件呢进行一个翻转，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尼洛呢非常非常不爽的在这个车子的里头。那我们呢可以考虑一下，先把里头的这些部件呢给进行一个翻折。如果你不好翻，你可以这个门打开之后再从内侧往外推，往外推它一样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这个部件的一个推移，这里推出来。好，这边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我的习惯是从这样子把它给推出来，可能会比较好推一点点啊，不然的话有时候卡卡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变形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么下一个阶段的话呢，会跟各位展示一下它的手臂如何进行一个收纳。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到它手部的组合方式哦。它的手的话呢，原则上是推到后面来之后呢折一个 L 型放下来啊。那我们先把上面这个盖板的话呢给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这个会变成它的一个车顶盖。然后手臂的话呢，原则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最关键的一个组合点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凹在这儿，要找一个凸跟它结合。这个凸在哪呢，我们把手臂呢转到正上方的话，你就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凸就刚好出现，我们的话呢就把它挨过去呢做一个组合。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定要扣紧，那可能需要稍微对准一点啊。那如果你是自己把玩的话呢是没什么问题啊，还算很好对。对上去之后啊，我们把这个地方给解开，这个地方给抠下来，抠下来之后呢，这个地方有个凸跟凹，解开之后这个部件才能够顺势的给放下来。顺势放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个有个部件翻出来，然后的话我们先把手给往下转一点，这个地方转过来到这边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拼图啊，在这边把这个形状呢给拼凑出来。接下来的话呢就进行它的一个小臂的部分。小臂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啊，手臂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扣啊，可以把它给松开，从这里把它给抠开来的，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转出来。好，转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地方顺势把它给转下去到这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我记得是把这个拳头呢给转到这个跟这个地方同一个角度。再来你要注意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打到底，尽量把它往下推到底。接下来的话呢，这个部件刀子的部件呢把它给推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转折把它给转到这里头来了啊。那这里转进来的时候呢就是啊，对的，这里啊这个地方啊要记得把它给收进去啊。那这个地方翻过来，你也可以稍微抬高一点点再进来到内侧，再把它往下放下来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个人会习惯呢先把它给推到底，然后利用塑胶韧性强行的进入。进入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刀子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凸啊，这个凸呢是要卡进这里啊，这里刚好是有一个这个地方这个缝啊，看到没有，这里是要卡进这个缝里头去的。如果你不卡进这个缝的话呢，这个刀的话呢会放不好，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放下去到这里。然后呢另外一侧呢，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洞啊，这里已经在这边等很久了，这里翻过来它会跟这个凸呢刚好去扣在一起，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翻着过来到这边，然后呢进行一个组合。OK， 哎，它已经扣进去了。不信的话呢，我们可以翻过来看啊，它已经扣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一侧的话呢，就完完全全的做一个固定了，已经 OK 了。那我们就进行同样另外一侧的一个变形，这个部件都翻下来了啊。来，一样啊，从这个地方先往上转，转上来，把这个凸看到没有？这个凸给扣进这个洞里头去。稍微去对一下啊，稍微对一下，还是要看一下，对准了好，怼进去。然后呢，把这个部件打开，这个地方凸跟凹被解开之后它才能够解锁，这个部件才能够下来，这里才能够翻出来到这转过来到这里。然后呢手臂这一侧有个卡扣把它给松开，顺势的直接把它给转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拳头握紧的拳头呢给转到内侧去，转到跟这个是同一面啊。你可以稍微检查一下这个拇指的话呢，就尽量的把它给收好看一点点，把它缩到最小。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给翻出来到这里。好，接下来怎么做呢，就是把它给放到内侧来，
我的话呢是习惯用塑胶的韧性强行把它给带进来啊。然后呢你看到这里两侧凸跟凹可以做一个结合的，那你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呢也是我为什么要先变这一边，把洞留在这边，凸从这边过来卡它是比较好卡，我自己是这么觉得了啊。然后呢但是你还是要记得哦，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个尖啊它没有卡进这个缝里头，所以它就会歪掉。这个记得啊，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遍啊，这里把它给记得要给卡进去，然后整个的话呢把它给往下放，整个往下放，你看能够完全的放进去啊。这个地方有时候可能会忽略到，然后两侧做一个简单的结合。它的变形真的不难，但是有一些小地方呢万一你没有去注意到的话呢，它很可能就是会去造成最后的密合会有一点小问题。然后这个部件就过来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哎，压到了扣上去。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车子的尾巴先给变完了，这个地方也先扣起来，之后这里两侧往中间集中过来到这里，好，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在这边，把它进行一个车子尾部的一个简单的小密合啊，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好的，那么最后的话呢就剩下前方了啊。前方不是很难，都是一些严丝合缝的一个去组合了。这个地方两侧给翻出来，这里是一样的啊，变到这里的话呢已经是差不多大功告成了。这里上下扣起来，它会越来越好扣，会越后面会越来越容易去扣上。然后这里的话呢，这里上方这里啊，记得把它扣好。以及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面呢、啊，把它给抚平一点点。这个整个面呢是立到一个最直的一个状态啊，最直的状态。然后呢，这个侧边两侧都有一些结合的卡扣啊，就是一些，最后就是把它尽可能的把它包漂亮一点。说直白了就是这样子啊，就这样子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扣上去，这个密合的话就完全是看你的一个手感啊，专注力什么的啊。这个如果不是说在镜头前表现的话，其实这个卡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啊。这里啊这一块没翻出来，难怪怎么扣都扣不进去啊，睁眼说瞎话。你看啊，到这边各位应该看得出来啊，这个车头还是很大的啊，远远不是两个拳头的大小而已。在这个变形的最后呢，除了前面很多地方的严丝合缝的去调整之外，它最后面的话呢还有一片部件啊，从这个地方，因为呢如果你不把它扣起来的话呢，上方这里会裂开很大。说真的，这个部件呢我是到很后面我才发现到，我说原来它还有这么一个装置啊。啊，对于后面的一个修饰的话呢有很大的一个加分效果，而且它把这两只手臂的话呢朝中间的话呢更加的稳定住，会让这里的裂缝呢再稍微的减少一点点。那前方的话呢，如果你做一些这些部件呢尽量的一个推压的话呢，然后以及保持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把它给扣住的状态下，这个车型的话呢原则上也就算变完了啊、哦。那有一些裂缝呢过于巨大，这个我想这是很难去隐藏的一个事实。首先它的一个切割线本来就有，是存在的，加上的话呢我的变形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完全去推到一个定位了啊、哦？反正呢我变了几次，每次变起来的话呢，如果我把这个地方压得密合的话呢，这个地方的缝呢有时候呢就会不小心又变大，这个不知道反正应该各位可以变得更好才对。那各位可以看得到、哦、它的一个车型它有多大呢，这是现在官方的一个低级的一个玩具，可以说比现在的 L 级要大上可能足足有应该有 1.5 倍或者是更多了哦。然后的话呢车子的后面啊这里空洞的话几乎是没有，其实塞得很满，虽然这里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奇怪，但至少它是一个满的。然后的话轮胎的滚动性的话呢，我觉得只能算非常的普通，有推动性，但是你听到一个怪怪的声音，对不对，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反正有橡胶的一个轮胎，这个地方你说捏一下你就知道了。然后的话呢金属部件也是很多，在车子的状态下这个两侧都是。那这里的两个球形关节啊可能是外观上最大的一个致命伤，以及侧边这里可以看到啊很多的这个不知道是本来就有的刮不知道是本来涂装就有问题，还是我变形多次之后的一个刮伤啊，这个是很难去避免的了。再来是它呢有附带的这个 bumper 的话呢，
哦，你完全可以把它装在上面，然后进行一个一体的变形啊，它是另外再多附上去的，你可以直接把它给装上去了。那整个一个车子的一个尾部的话呢，可以看到啊，就这里可能还是有一些漏线。那车子我只能说至少它还能变成一个 OK， 至少也有六七十分的一个卡车头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对比一下啊，这个超级无敌漂亮的官方的版本啊，这个废话嘛，这个变形是很简单的，给各位对比一下啊。反正呢它的一个辨识度还是比较高，你看到这里一样，车头这里三个这个灯还是都存在的。那边边这两个呢，不知道是店里头应该还是有吧，你只是说官方你看它只是没有涂装而已，可是它还是有做出来，用心的程度呢还是可以看得到。那涂装也很漂亮，特别是在人形状态下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几乎人形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缺点，车型就是裂缝比较大。那变形的过程可以说是算是简单，而且它这个车子的这个人头啊，是塞到里头翻转 翻入翻出啊，这个过程会让你觉得 很过瘾很爽的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金属的这个部件给装上去试一下。其实它这个金属部件我觉得为什么导弹你要弄到金属了啊，就真的只是单纯增加重量而已啊。顺便提一下，这款玩具的话呢，它真的不是普通的重，真的不是普通的重啊，非常的沉，非常。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UT 所推出的尼洛。对于它的机器人形态的话，除了脚踝的关节稍微偏软之外呢，实在是没有什么毛病可以挑了啊。涂装也非常的精彩，头型也很漂亮，四肢的比例也都非常的正确。那么车型的话呢，就差强人意吧，但是至少怎么样呢，一个完整的形态还是有的。那如果说你的变形手法很纯熟啊，变形的一个密合度的话能够再提升一点的话，它的载具分数呢还是可以再提高一点点的。而它的变形一向非常精妙啊，那整个一个胸口啊，还有这个头收到这个车子底部去，以及这个车子两侧的门呢能够翻折旋转的这个部分的话，把玩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快的。但是呢认真要说的话呢，它的体型过于的庞大，金属过件太多，导致于玩具的比重是非常的沉的。因此呢在变形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放在桌上或放在自己的胸前或肚子前面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上面的话呢，可能会稍稍影响到那么一点点变形的爽快度啊。这个也是重量的金属呢带来的一个小小副作用就是了。不过总体来说的话呢，还是一款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